小秋，以前的我从来也不相信一见钟情，可是当我看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决定这一生一定要跟你在一起。我相信我们一定是前世有缘，从今以后我的生命里只有你，你是我的唯一。小秋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既然一切因果都是从这儿开始，那也许可以在这儿找到答案。婆婆，婆婆，婆婆，婆婆。婆婆，原来你在这儿。原来一切真的结束，我回不去。你也过不来了。我回来了，小薇，给大家带蛋糕了，回头过去拿，我这儿就有。哎，小薇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哇，怎么样？想我啊？来，喝一杯吧。给我一个，谢谢小薇。来，谢谢小薇。小薇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我们资料都没有人送了，我们可想你了。对呀，把资料都拿来，小腿又恢复营业了。正好我这份文件，一个。来，两位啊。哎，我这儿有一份送到顺义的文件，就麻烦你。好。小薇今天刚回来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忙，暂时不接单。博哥，辛苦你自己去送了。我忽然想起来，我下午好像也不是特别忙，我就自己跑一趟。那小薇，你下午就慢慢忙吧。哇，不错呀！我问你，你今天吃枪药了吧？我说你今天是吃枪药啊，原来不是挺快的吗？你们别看他平时那样，他其实是有弱点的。我这不是一把精准地抓住了他的弱点，现在轮到他怕我了。他有什么弱点啊？想知道？哎，说说说说说，快说说。霍姐，霍姐，霍姐，公司可不是给你们开茶话会的地方，吃完蛋糕就赶紧工作去。哎，好。小薇，回来了就好好工作，案子一直给你留着呢。好。喂，他来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，慧姐？把会议给我延后两个小时，我一会儿要出去一趟。好的，慧姐。他怎么了？每次那个人来，他都这样。谁啊？
这人谁啊？前段时间他跟我们公司有一个建筑纠纷，但是那次建筑纠纷已经过去很久了，不知道他们两个为什么到现在还纠缠不清。你还敢来啊？我为什么不能来啊？虽然公司的事情已经弄完了，但是你跟我的还没完呢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好好聊聊。公司楼下有个咖啡厅，特别适合吵架。你有本事就跟我走喽。走。缘分，也许还真是最大的巧合。在浩瀚的宇宙中，在茫茫的人海里，充满了太多的神秘与未知。我庆幸能拥有那样一段经历，让我知道真情的可贵。我宣布，本届建筑设计金奖的得主是。新晋设计师徐蔷薇，恭喜徐蔷薇。请徐蔷薇小姐上台领奖。有请。徐蔷薇小姐是一名精锐建筑设计师，她所创作的最新建筑将中国古典建筑风格和现代摩登都市相融合，眼光独特，贯通古今，既是传承又是创新，完美地达成了一个大胆的挑战。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恭喜获奖者。大家好，今天小薇有一些私事没有办法亲自来领奖，所以这个奖由我来代领。不过说真的，我一点也不喜欢他。因为他太优秀了，优秀到让人嫉妒。因此，我曾做过许多错事。小薇说，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设计师，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，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。一路走来经历的种种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在此，我要向那些曾经被我伤害过的人说一声对不起。我也要向小薇说一声，谢谢。小薇创作这个建筑的初期灵感来源于故宫的文化传承，平行时空。她说，人生的路有无数条，无论地域远近，无论岁月流转，
只要鼓足勇气推开那扇门，总会有一条路，路上会发生奇妙的碰撞和际遇，那条路可以让人们得到幸福。一想我们曾经一起创作的作品终于得到大家的赞赏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时候你热情地帮我找资料，给我灵感，鼓励我把它完成。到今天它不仅从图纸变成建筑，还得到了认可。我要把这个作品当作送给你的礼物。我觉得很轻，美丽风景我去很孤寂。天下才不是我想要的，我想要的不过是跟我喜欢的人过一辈子。如果有朝一日我不得不离开你，你会去找我吗？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可这世上有太多的无可奈何，身不由己，所以即便是走遍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把你找出来的。是我想留笑脸给你。